Hello， 大家好。人都到齐了吧？还没有人没到的，都到齐了吧？张哥哥，不能他们的那么。我在我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有谁是刚今天上午没有听到了，然后是刚来新人，谁新人？就是今天上啊，讲粤语定普通话？粤语哦，咁你哋今日上就冇嚟过，听冇听系咪？完全唔知咩事嘅。OK。两三个。全三嘅。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我们播的视频就是我们这个夏威夷的圆梦之旅，就是我们公司每一年都会搞一个圆梦之旅。那么我上一年呢是去这个夏威夷。那么我们今年是打算去这个 Mexico 的，我们到时候会把通知发出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下午呢主要是讲这个这个成功九步，但是呢发现台下有几个新人的，就是今天上午没参加就直接来听的。那么现在有请我们的 Angel 跟大家讲这个新人启动，那有请 Angel。谁是早上没有来的举手。好，咁你哋系听广东话国语的对吗？广东话，你哋咧？广东话听唔听到国语啊？因为要就一就大家咧，可能要讲国语啊。唔明嘅就举手啊，或者搵人同你翻译好嘛？你哋听唔听明普通话嘅？听明嘅嗬？嗰两位，佢好似唔明喎、啊。唔明系咪？边个识听粤语，而且唔系识听粤语，而且识翻？识听普通话，识识翻翻粤语啊？好啊，系咁冇问题啊。OK， 我讲慢啲啊，你少少都听唔到啊？少少得了，够了，好吧。好，我们开始。有些朋友呢今天早上没有来了，我介绍一下啦，因为怕你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哈。我是来自香港的 Angel， 本身是一个化妆美容班的老师，做了这个行业呢已经16年了。2015年的1月份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产品哈，用了10多天呢，很明显的效果，可以或者是稍后我给你看我的瘴子啊，之前的瘴子都是肥肥肿肿的哈，常常都要用很多仪器呢去自己去搞啊，一个月都要打激光啊，做射频点讲啊 ，RF。视频系啦，都搞不了啊。但是用了这个产品呢，我最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脸型很好啊，这个是搞不了的。如果你是做美容呢仪器的话，有一个叫聚焦超声波，点讲呢？聚焦超声波。对，大概6年前的科技，科技啊，系啦，科技，要16000港币一次。哈，我不是说普通的仪器啊，如果要搞定这个位置哈，要16000港币一次的，只可以改善一点点，大概1/3的弱没有啊，提升上去。还有这里呢是不容易搞的，女人，我们今天早上说过了，我们都已经好像一张皮啊，已经薄薄的了，好像里面的胶原蛋白都没有了，但是呢。眼皮你也搞不了的，如果掉下来啊，你的双眼皮都没有的话是搞不了的，你打仪器在这里对吗？会很危险的，这个危险的危险啊，危险这里啦，有搞不了仪器的嘛哈，你的脖子哈，但是用了这个产品呢，我觉得非常好了，很年轻，无论你吃什么有没有睡觉啊，你的样子都是永远都是那么好看，我觉得很好了哈，总之就非常好了。你看我现在只有唇膏，连这个 foundation 都没有的啊。我10年前呢，我做化妆的嘛，我是用 CoverMark 粉底的 ，CoverMark 是最贵那一瓶，大概1000多港币一瓶呢，紫色的。紫色的哈，一点点用一点点的，我用了很多瓶的了，只是盖住我的脸了、看起来皮肤很滑的，很滑老啊，
很滑。系啦，很滑啦。但是我现在，用只是用隔离乳，隔离乳是很薄薄的嘛，都没有什么接鞋的效果的嘛。但是你看起来真的很好啊，系咪啊？系咪非常之好啊？我觉得很好咯，很方便。因为通啦也不用啦，眼霜也不用啦。今天我们的 Angel 是只用了隔离乳。系啊，系啊，好，我好中意。我们的精华咧都很好的，我喷上去吸收了以后，你涂一滴，一滴，一滴啊，然后放在这里按摩两圈，只是厚厚的放在这里，然后多了还有多哦，一个，然后还有多哦，在这里哦，搞定，然后吸收了你就换衣服了，就盖住，大概吸收到80%，然后你就涂隔离乳呢，就已经很好了。我真的，总之我不知道怎么讲了，你们要研究一下怎么可以用得更好。你每一天喷隔离乳以后再喷一天喷4-5次，我觉得都可以的，因为这里的天气都很干了哈，你可以再多喷呢。最重要是我觉得这个产品是突破你美容院的习惯。突破你的平常的美容的习惯，很方便，是包包里面的美容院啊，你自己可以搞了半年的时间，可以年轻3-10岁年轻。如果比较很小去保养的女人呢，我觉得她们年轻20岁都有啊，哈、好吵啊，好干嗰啲啊。很干，中文很多。是啦，哪些人更有效果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认证呢，就是2015年1月13号啦，我用这个产品啦，然后就尝试去发展啦。因为我当时候我的店关了2间啊，身上只有7000块港币啦，但是2周已经赚到90000块港币啦。卖掉100瓶，100人的团队，然后第一个月36天做到珍珠，就有225人啊。然后到3月的时候，我记得3月11号的时候有600个人，然后到70天的时间赚了70万港币啦，4个多月赚了110万港币啦的收入，还有到2016年的8月份。我赚到350万港币的收入也不够，现在是5周了，收入是170万港币，我觉得很夸张啊，真的。哎呀，我今天分享过，我当时候加入了2周，这时候有跟我一模一样的女人出现，她告诉我她赚160万港币，我当时候觉得没可能的，不可思议。你要明白，一个人已经倒霉了那么久了，倒霉了3年了，你不觉得会忽然间有一个机会吗？对吗？你因为我做美容的时候呢，都是挺好的，赚5万-9万块港币一个月的，但是压力非常大。每一天呢，下班的时间是10点到11点，连续十年，然后星期六、星期天都要上班的，我在香港。你压力有很大，要不停的跑业绩啊，但是现在是不是很简单，我在家里发信息啊，用 WeChat 啦，用 WhatsApp 的方法啦，然后就已经可以有很多人加入了。我现在前面这个蓝色衣服的伙伴呢，很奇怪，他呢在 Facebook 留意他的表妹，他的表妹啊，表妹，表妹的 Facebook 留意了1年都没有问，但是呢他只是分享我一个视频啦，然后他说我都想学 Facebook 啊，我说温哥华早上，然后就是突然间就出现了6个小时坐车跟船来到这里哈，从很远的地方，给他一个掌声。对吗？住在的 Nemo 那边。还要走路过来哦，走路10分钟哦，你知道这里有多难吗？他都本来在染头发，点讲啊？染头发。本来在染头发，一发现 Facebook 啦，就立即洗干净，就收拾行李，就看看有哪一班船啊，哪一个班车啊，然后就订酒店，就突然间就出现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啊，所以现在有Facebook 跟 WeChat 呢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有没有做过直销的？直销？以前人做直销举下手。嗨，那现在呢就不同了。以前可能要赖人头，叫别人过来听课，有他有说没空啊，没时间啊，我家里的小孩要带啊，晚上要看功课啊，他们的功课不来了，对吗？你就很容易黑雷，你讲啊？放弃，放弃，很不开心了，对吗？常常都很容易失望。但是以前的人用以前的方法，他都可以赚到钱。现在我们已经有 Facebook 啊、WeChat 啊、互联网，是不是？互联网。互联网的以前没有的嘛，是吧？现在如果你赚不到钱呢，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对吗？一个人讲课，现在播直播，可能有几千个人在看呢、啊。他们有突然间有出现一个蓝色衣服的人呢，可能明天有出现一个哦，我想做。就这样子了，今天我分享了成功九步，因为为什么要分享呢？你搞不定你的心态，我教你方法是没用的，你都没有动力。我的动力来自什么了？我今天跟早上谁早上在这里的举手啊？我告诉大家，第三次介绍我的人在同一间酒吧介绍我，我就发现哇，是不是命运有安排呢？很恐怖哎！你要不要？我问第三个介绍人，你要不要？是不是要介绍我一个黑色东西？他说是。哦，哎呀，我买了，我买了，我买了，我不敢不买了，我不敢拒绝了，就这样子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家都是一个缘分的嘛。哎，我从香港过来，我是从来没有来过加拿大的，也没有来过温哥华的。真的，我在飞机场啦，忙忙碌碌的时候啦，还把我自己的外衣都丢了，哇！然后没有外套，哇！很好运，就是我一个伙伴的朋友啦，借了一个外套给我。到时候我觉得哇，那个外套我特意买来过来穿的，是新的，都挺贵的，几千块的，没有了，我妈妈一定骂死我了。哎呀，因为我常常都丢东西的。我做你想不想听一听我开始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情啊？想。因为我两个星期之内开始的时候已经有100人加入了。当时候呢，香港缺货了三次，然后呢你借我借你啊，然后有没有经验啊，就玩来玩去，然后一堆人玩货给我。我是曾经拿有90瓶货在家里的，我是5个屋口，每个屋口都是二星会员、白金会员加入的。有些人接，有些人玩，突然间有货了，他们就玩给我，就90瓶了在家里。然后呢，我就放在一个行李箱里面啦，有一些收据啦、发票啊，他借我多少，他玩我多少那个本子。但是呢，有一个晚上太累了，2点多谈单谈到2点多，我整个行李都不见了，然后呢几十瓶货都没有啊。有些人玩给我，有些人就忘记了，就这样子了。所以呢，以后如果你们要做团队呢，不要借货，是吧？如果你真的借，我给你钱，你给货我。如果你要玩这个喷雾给我的话，玩给我，我就还钱给你，就避免呢。有些人我发生过一些事情，是我借给你，你还给我，或者是有一个人忘了有没有签名了，然后就吵架了，怎么啊，就人都没有了，对吗？因为我不借你好像没有这边人情味，对吗？但是我借了你，哇，你忘了还给我。总之钱呢，我们不相信了，全部相欠。对呀、啊，哎呀，就这样子了。如果你忘记还给我，我们都有钱嘛。货给你，你忘记还给我，我都有钱嘛。我们可以这样子换了。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然后我2周加入的时候呢，我也不懂做团队啊。我只知道要不停的做。为什么要不停的做呢？我以前做美容的时候呢，叫该把promoter。去派传单的，去什么传单？还传单在街上派传单。系啦，系啦。然后我又曾经训练过telesales 的，telesales 我知道不是打一通电话的，在香港呢很多telesales 打给你的嘛，你是每一天都很容易放弃的，
哇，打一个挂线，打一个挂线还骂你，不要再打给我了，这样子。但是我以前打电话都打到哪吒的，怎么样？哎呀，因为呢，我有一个信念呢，就是从垃圾堆里面寻找希望。真的，因为哪些电话啦，哪些电话是打了几年的了，每一个月都打给你，你会不会很生气啊？一定拼命的骂你的。但是我都可以发现有结果的。所以呢，成功在于坚持。如果我告诉你，你努力两年，然后好像我一样有170万港币一个月的收入，你觉得值不值得呢？值得，值得的举手。如果你好像我倒霉了三年，我哪三年怎么过了？我哪三年呢？房子都租，供不起了。然后我爸爸妈妈退休了，我没有钱拿回家了，几个月只是拿2000块，这个不好意思啊。然后我爸爸要开计程车了，然后哪三年呢？我要买很便宜的东西，因为便宜没钱的时候，你都有方法生存的，很生存啊。盛传的，就是呢，我带一些人呢去韩国学化妆啊，然后我带他们去的时候，我就顺便买衣服，帮我的学生或者是客人买衣服，我就卖给他的赚一点点的零钱呢、啊。我拿着一个黑色的垃圾袋。黑色的很大的嘛，就买衣服，哪一件衣服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便宜的，拼一些accessory 啊，上去啊，然后卖给人。我记得我三年都没有穿过贵过400块港币的鞋子，啊，没有贵过400块的，常常都是买200块呀、100块呀、300块的东西了。那时候我觉得。哎，我真的很后悔，我很后悔为什么我以前做美容有钱的时候没有珍惜呢？啊，现在这样子了，然后就总之哪三年就不太好了。但是呢，一遇到这个机会呢，我就好像发疯一样。怎么发疯一样呢？我试过一周有3个晚上是没有洗澡就睡了。冇沖涼就瞓咗覺，係啦係啦，3晚喎，一個禮拜有3晚。咁跟住咧，當時候我嘅夥伴就打給我，有冇洗澡？我說沒有，啊，正常。係啦，你有沒有這個動力，就是可以一個星期有3天晚上是沒有洗澡的？就是因為咧，我試過了一天。租車會員，我不知道他們買什麼啦，我都沒有理啦，我只是租車。360个人，哇！早上10点注册，哈、啊，到凌晨的时间5点，3个人注册都搞不了，还有一个是 Apple 的 technician， 他是很熟悉电脑的，都搞不了。然后我有试过凌晨2点45分，有人打电话，陌生人都算是陌生人了，见过一次，哈，他说买20瓶货咯，然后转账，钱给我的入口，然后我就睡不着了，哇，什么生意呢？我后面呢就流汗，然后呢就哇凉凉的，我觉得哇，那么恐怖呢？我走运了，哇。一个倒霉的人突然间走运了，你知道吧？那个心情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倒运呢？倒霉了很久，然后走运的感受，有没有人试过？你真的要试一下了，现在你都走运的了，哇，真的没钱，然后突然间有钱哦，我就试过，公司的人啊，不给我回去3天哦，你不能够再回去了。不能够回公司啊，因为你已经气了死了，疯了已经，然后就逼我睡觉了。我妈妈试过把我关起来，然后收了我的手机，因为呢，我当时候呢真的做的，你觉得我不会不开心咯？因为一开始70天的时间，每一天都是赚1万块，你介不介意辛苦一点啊？港币哦，1万港币一天哦，你不介意吗？到时候我这里呢，我感到呢好像肿肿的，可能太累了。但是哪种开心呢是不同的，
那种开心跟你辛苦的工作是卑鄙的卑鄙工作的是不同的，是你自愿的嘛，然后就很好了。我现在就搬回去比较大的房子啦，然后生活无休什么休啊无忧无忧无忧啦，因为我妈妈的户口呢五重收入都有70万港币了，补助的收入我不用给他钱了。当时候早上的朋友就听过了，我早上说我打算当初我叫我妈妈加入的时候只是告诉她这里可能有可能是几千块港币一个月的，可能有当作是家用家里的开销可不可以啊，他说好了好过没有了这样子哦，他说好过没有哦，我就注册了。我不知道到时候注册了我了，我一个点位了是翡翠，差一点点到钻石的了，我应该快的话就一月底就到了，如果比较慢的话就可能三月份左右了，看我的团队啦。然后我就到钻石了，我妈妈就是红宝石，现在我爸爸是蓝宝石，然后我弟弟是蓝宝石，全家人都是会员吗？卑鄙做成会员，他们不是愿意的，被逼挣钱，是不是被你逼的？被我逼的，我是拿身份证过来，我帮你出证，我会卖掉的了，什么不用问，什么都不可以问，就拿到身份证了，因为我一个星期就卖掉100瓶了嘛，我注册的20瓶。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买100瓶就不划算了嘛，二十瓶就有10%、12%，就有$832了嘛。然后我有放一个20瓶就比较划算，我到时候只是这样想，我又不知道有没有钱的。现在这一边有差不多6000人，这一边有差不多5000人，就10000多人，他们都有12%。你想多不多啊？很厉害。所以呢，现在是执银纸的时间，怎么说呢？捡钱的时间。但是你先搞定这个心态，我肯定，我告诉你，如果你相信听话照做，放下你的脑袋啊，只是好像疯子一样，你有两种人是可以成功的，一种是瞎子，是吧？傻子，另一种就是疯子，瞎疯两种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我是傻的跟疯的，因为我看到那个女人，我刚才告诉你们呢，那个160万月入的人，我相信她，就是说160万港币，一个月嘛。我看到她其中一张支票呢是27万港币一周的。我当时我觉得哇，不可思议啊！哇，50多万港币是我以前的一年的工资啊，一年不停的努力很有业绩的工资、啊，因为做美容都不会太多钱的嘛。我不是做房地产啊，或者是股票啊这样子。我觉得哇，他努力一个月，我就是看着他哦。我1月13号加入的时候，我问职员，你讲啊？职员，我问他 staff， 谁最赚钱？这个喷雾赚不赚到钱？我这样子问他的，然后他说有人2年时间赚20万港币一周。我说哦，有人 ，OK， 我应该可以赚2万的。那他赚20万，我赚2万，是不是很reasonable 啊？是不是啊？我。